喽宝的命，咱今天吃国满酱的手撑饼。来点牧场酱开开胃。宝贝们，咱今天吃板烧凤梨和香辣鸡翅。一大块凤梨和里脊肉，吃起来真的刚刚过瘾。一口咬下去，汁水在嘴里爆开。国满酱怎的过瘾？这种汉堡我一次可以吃三个，蘸点奶香芝士酱，奶香味和芝士味超级浓郁。外酥里嫩的咔滋咔滋脆，拜拜结尾送大家一首咕噜咕噜。